三文鱼，昨天晚上刷了一宿三文鱼的那个段子，我馋的不行了，我现在食物都淌哈喇的，老馋了。是我自己切的，切老大片了。这辣根有点，是不是有点多？超级肥，哎，来给你来一口，哎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被我干光了。还行。你们猜旁边是谁？再来一口来，嗯，我、哦、来，痛了，再来一口，我老痛了，瞧，但是我觉得不辣就不好吃，来冒汗了。人家那种吃辣根儿那些怎么吃的？我的妈，那免疫的吗？就辣根儿。有一个小刺，